副歌都很深刻，还有嘿，你亲娘了吗？也很深刻。哦，很棒，谢谢谢谢千玺，整段副歌加上嘿，你亲娘了吗？谢谢谢谢您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，对于这一次品牌单曲拍摄的 MV， 想要传递的态度是怎么理解的呢？这次从歌曲到 MV 都希望传递出青阳的品牌精神无畏啊，希望大家能够从歌曲之中感受到，会多给大家一份能量和鼓励，对吗？好的，谢谢。第三个问题，我要用一下这位朋友的语气。千玺，平时都是咋洗头的？感觉你头发好多好蓬松，本调发星人真诚发问，请回答。用清扬发问。OK， 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千玺，谢谢。第四个问题是这样的，我知道千玺，哎，自己有现在有一个小网站了，那这个小网站有没有收到什么印象深刻的留言吗？有，然后偶尔会看一看。什么印象深刻，就是得先保密。哦，好的，先保密，但千玺是会看的哦。那第五个想问一下千玺，有没有计划出门走走？会，休息的时候经常会出门溜达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千玺，也非常感谢。